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，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。请大家给习主席掌声鼓励。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血浓于水，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，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。他奶奶的，再给我们的习主席掌声鼓励，要拍久一点哦。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，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。讲得太好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请继续给我们的习主席掌声鼓励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，大声点。国家强大，民族复兴，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，更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。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大家用出春来的力气，给我们的习主席大声的掌声鼓励。